每天又早起，糊里糊涂发呆的自己，每天又练习，深深吸气，满脑的主意。我年轻的身体塞满一堆老干部，这里我不用怀疑，只要钻进你的怀里，就是小猫咪。全民制作人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次元文化10个月的练习生徐鹤妮。刚才呢，是我自己编的一段歌曲，因为我平时除了练习就是睡觉。练习的时候呢，接下来日子有你们陪伴着我。那睡觉呢，希望以后每天和你们说一句晚安。